好，我们跟大家讲胃食管反流病啊。胃食管反流病，那么这些医师、助理医师都要教大家掌握，一般都是1到3个试剂每年。他假如在这个地方就是个 A 三性体，那么就是多两三分；假如不出 A 三性体，就 A 一 A 二性体，那么就稍微简单一点啊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患病机制，什么叫胃食管反流病？那么胃食管反流病是多种原因造成的。根据这个中文意思，大家知道胃食管。就是胃里面的内容物反流到哪儿去啊？食管中间去，那么这叫胃食管反流病。当然，我们正常人有没有胃食管反流？有，你别吃多了，稍微不注意，是吧？怎么样？好像胃里面食物就到了喉管里面这样的，那么就是胃食管反流病。所以那个临床表现，你们自己都知道，没有哪个人我估计没有胃食管反流。平时的时候，好，我问你，正常人平时的时候有没有胃食管反流？平时没有吗？平时有。有了反流，反流只不过是没有反流的痕是吗？到上面来，你比如说胃食管，好，只是从这个胃里面反流反流反流到这个地方就停了。你看见有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，它会要反流反流反流到很高的位置到了是吗？咽喉部刺激你才有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平时啊，这个胃食管反流都在发生的，只不过是反流的非常重。那么就是胃的食用物内容物反流到食管来，大家都想象。胃里面胃酸很多，胃蛋白酶很多，这些对食管都是一个什么破坏作用。所以平时的时候啊，平常人有胃食管反流，但是即使反流过来怎么样啊？食管的扩清作用也把它什么往下去了。什么叫食管的扩清作用？就是你即使有少量的胃内容物反流到我食管来，我食管有蠕动，把你又蠕动到哪儿去了？胃里面去了。所以正常人一般就不出现症状。假如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啊，大量的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中间去，那么会导致什么后果？食管炎，是不是？这些反流食管炎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，你看看你的病，你的大学刚要求你掌握胃食管反流病，但是很多时候考虑的病不是胃食管反流病，考虑个什么反流性食管炎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在早期这个它就表现反流食管炎？假如中啊到后一个阶段，我们就把它叫什么胃食管反流病。所以。反流食管炎、胃食管反流病都是一个病，本质上都是反流胃酸分反流引起的，只不过阶段不一样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胃食管反流病呢？因为它下面这胃食管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看看，专门把这个地方放大，你看下面是胃，这个地方是食管，胃食管的这个地方一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肌肉括约肌叫 LES。食管下括约肌，这个食管的下端呢，跟喷门这个地方受制的食管下括约肌 LES， 好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不同的教材，不同的观念啊。我们内科学上说，胃食管这个地方专门有个存在的肌肉，叫食管下括约肌 LES。生理学上说，这里有一个肌肉，没肌肉，只是这里一个高压区，就是这个压力很高，没有专门的肌肉。为什么？它切开，把它在行为定义下看，没有找到。很明显的肌肉，所以这就叫做个高压区。我不管你怎么样啊，不管你的高压区好，也是个肌肉也好。那么，总而言之，你的作用是阻止我胃内容物进入食管的，阻止你反流的。我正常人，假如按正常的观点，这个地方有个肌肉，这个地方的肌肉是吧？平时处于一个什么收缩状态，所以压力就很高，因此就防止你胃的内容物反流食管去。当这个肌肉 LES 功能障碍的时候，你想想大量的胃内容物反流食管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？胃食管反流病。所以这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主要机制啊！大家注意了，怎么样？跟什么东西有关？ LES 有关。所以考你就考你这个东西，每年就考你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反流之后那么就有一个这个界的损害因素，什么东西？这大家都很容易理解，跟我们消化溃疡一个东西，胃酸、胃蛋白酶。胃酸、胃蛋白酶，那么在胃里面，它抵抗力比较强。为什么？有胃黏膜屏障。到食管里面有没有呢？有食管黏膜屏障，但是比胃对胃酸的抵抗力要比胃壁低多了，所以它就会到食管上面导致一个反流性食管炎，最重的时候导致胃食管反流病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除了这两种物质之外，还有一种物质叫胆汁。胆汁这里面含有什么？灰结核胆炎和乙酶。请大家注意啊，虽然你们没有考得这么细。就职业医师助理其实没有考的东西，但是研究生考过，把这个东西考了。我记得专门有一年考过这个东西。他说，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因素不包括下来哪一项？搞了个什么东西？把这个灰结核胆炎搞成了一个什么结核胆炎，把这个灰干掉。哪一项是哪个？就是它。
今年大家是这意思在考你，行不行？可以考吗？怎么不行呢？刚刚这五个东西，五个答案项，刚刚 ABCD， 搞个回结合答案，搞个结合答案 ，OK， 要你把这个结合答案找出来。好了，大家注意怎么记呢？假如你真正记不住，你这样记啊，我是这样记的，所以说我就很长时间我都记得住。大家在学胆红素代谢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结合胆红素、回结合胆红素？假如这个病人是结合胆红素，大家想想，这肝东西大不大？不大，它水溶性大的就是排出来。假如这个非结合胆红素呢，那么这肝脏毒性就很大，对人体毒性很大。那么跟这个一样，一个是胆红素，一个是胆盐，非结合胆胆盐的，那么怎么样？毒性大，结合胆盐呢，没有毒性。那么你就两个一记都不记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定要采用一种方法，那么就给他记住。好，这个东西啊，假如今天新考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新东西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总体的原则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些直接损害的因素包括胃酸、胃蛋白酶、胆汁里面有会结合胆盐，那么就缓流缓流的食管，就把食管那搞得炎症，那么就是无菌性炎症，就是缓流食管炎。假如呢再进一步加重，就是呢胃食管缓流病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只要考到你是缓流性食管炎的，那么就相当于考你什么病？胃食管缓流病啊。因为很多很多的试题都不是有胃食管缓流病出现的，都是缓流食管炎出现的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那里发病机制中间与什么东西有关，与这三个东西有关啊。哪三个东西？一个抗缓流屏障的功能异常。什么抗缓流屏障？注意的一个屏障是什么？ RES， 刚才我们说了，那么就是这个食管下括约 RES 功能机制异常。第二个，食管的扩清作用，我刚才说了，正常人有食管扩清作用，这个人有没有？作用降低了，也就是说把胃里面环境的食管里面的这个物质，那么要再次蠕动到里面胃里面去，这个能力降低了。第三个，胃食管黏膜的屏障功能降低了。那么这三个方面啊，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滑冰机制里面主要三个方面，但是经常考到的，你猜一猜是哪一个？第一项啊，我们一个来讲啊，每一项每一项来讲，因为这个地方考的比较细。第一项，抗反流屏障的功能异常，那么主要考到你的就 RES， 食管下部括约肌。大家注意，平时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 LES 食管下层括约肌，这大家看啊，这个图上就是这个东西的。大家看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正厚了？是不是？外面就专门画了一层括约肌，这是我们内科学观念，就是这样啊。这就是 LES。那么这 LES 平时的时候处于关闭状态、收缩状态，所以这个压力啊，大家注意就比较高，高到什么10-30毫米汞柱。当这个 LES 的结构功能异常的时候，就会导致缓流增加，导致胃食管缓流病。哪些因素导致它异常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结构异常的。结构异常的，大家假如一个个背不到的，那么大家只要理解这个意思之后怎么样啊，自己分析出来。因为这一次考试比较好的就是都是多选题，就答案已经给到你，那么你对着答案这五个答案项怎么一个个分析就行了。大家看看喷门食管，喷门食食管的手术，你看喷门食食管的手术，我要在这个喷门的这个地方操作，是不是把那个食管下端的这个括约肌全部要损伤啊？是不是？当然，它的什么结构受损伤了吧？当然，你的 LES 就食管下括约肌收缩功能障碍，压力就会下降，压力一下降，胃里面的内容就容易缓流到食管中间去，导致胃食管缓流病，对不对？你这像这种东西呢，你说我不看答案，假如出来了，我自己都可以分析啊，因为你有一定基础知识啊。好了，第二个食管内孔塞，食管内孔塞，大家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膈肌是不是？两边膈肌，你看食管内孔塞就是这个地方是吧？孔大了，孔大了，胃里面的腹腔里面的些物内容物可以经过食管内孔跑到哪里去啊？跑到胸腔中间去。说这个孔一大，你看孔一大，这个地方肯定不管你收不收不收是吧？压力肯定什么变小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压力也会降低。好了，胡乱一增高，你看看瑞神、胖子、胡水、呕吐，胡乱一增高，那不要这么说的嘛，很多类的胃的内容物肯定要跑到哪里去啊？跑到这个食管中间去，是不是导致它反流？还有一个是长期胃内压增加，跟它一样的，胃内压增加，胃内的内容物肯定会向上跑，是不是？所以胃扩张、胃膀胱延迟都会导致胃内压在增加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所以举的这些例子，只要你出现在哪一项中，我自己都给我分析出来，那怕什么呢？是不是考到的这个你就自己搞定嘛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障碍的因素，就是功能性因素。这些功能性因素大家注意啊，自己要给生理学学的比较好，你再搞定。
身体学的不好，很容易出错啊。在这个地方一般都是考的比较细，无论职业意识考试还是研究生考试，总在考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。第一，激素，激素所胆囊收缩素、胰高血糖素以及血管活性常态 VIP 啊 ，VIP 是血管活性常态，这三个激素经常考到，这三个激素经常考到的时候会导致什么 ？LES 一过性的松弛，这生理学啊经常去考到的，因为很少应用到这个激素，所以说考到的这个东西啊，大家有用处。我记得有一年研究生考试就把这三个东西啊，三个激素搞到一起，加上钙通道阻滞剂，哎，问哪一种可以导致 LES 压力降低，他搞了一个 SNT， 这记得吗 ？ABCD 缺陷嘛，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容易搞定啊，容易错啊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食物高脂饮食，巧克力食物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你这种东西你说你记不住，你记不住高脂饮食有没有消化？不用消化，你家里吃高脂饮食可是蛮多，你比如这是个晚上回去吃了个肥肉，吃了很多，哎，到了第二天都没消化，一个嗝，换牛它出来没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巧克力也是这样，所以你假如你蛮爱你的女朋友，蛮爱你的女朋友，你就总给巧克力到她吃，因为女人喜欢吃这些东西嘛。德芙巧克力给她搞一个就是5块钱啊，你哄哄她，她高兴得要命，是不是？哎，拿着100块钱买个20块，哎呀，你一天给她1块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还得死去活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有很多男同学啊，追女朋友追不到，就是因为没有手段，所以是讲什么东西都要有方法，是不是？投其所好，她爱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好了。给他巧克力吃，今天吃，明天吃，吃到达什么？你要我再不吃这个东西了，我吃的反胃。反胃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因为食管反流病。我告诉你，给他吃的越多，最后吃了 LES 一个月中吃，怎么样？他天天反胃，你吃不吃？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哎呀，再不给你买巧克力吃了啊！我再给你买点，这些农民伯伯的瘦白菜吃啊，最好了。为什么？你就不得胃食管反流病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也高兴，你也高兴。哎呀，我的男朋友真好，心真细。你看，他原来给我小巧克力吃，我搞得胃食管反流病了。你看，这是他天天给我煮白菜吃，为什么？他就是用100块钱的巧克力给你吃了你，胃食管反流病。我告诉你，得了病之后，再回头过来天天给你煮白菜吃，你还说你来，他很心细，爱你，而且死去活来。其实呢，他是不想花这个钱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你这样去，永远也记住了。好了，这是年轻人啊，谈朋友的时候。给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吃好吃的东西，高脂饮食，吃巧克力。那么老年人呢，还吃不吃这些东西？你说你个老年人，你再给他巧克力吃，傻吧？哪个老年人吃这些东西啊？所以老年人只吃什么？吃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记一记，老年人吃药。第一，晚上睡觉睡不着，行，我给你搞点什么？哼哼 ，baby， 我给你搞点什么东西吃？搞点地西饭吃，搞点安定吃。你睡得着觉了吧？老年人吃不着觉吗？还有一个老年人，要么高血压，要么心力衰竭，要么反正这些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的病，经常用到一个药，这是什么药？钙通道阻滞剂。大家想想，钙通道阻滞剂为什么导致 LES 压力降低？因为 LES 本质还是个肌肉，是不是？肌肉中间肯定有什么？钙离子通道。我假如把那个钙离子通道给你阻滞掉，你还能不能收缩？不能收缩，不能收缩，压力降低了吗？当然，压力降低，那个就容易反流，容易反流就容易得胃食管反流病，是不是？你自己都可以把它拆出来嘛。好，你的安定也可以怎么记呢？安定也可以这样记，安定吃了就睡觉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用反流啊？所以反流误吸都是什么？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当然你迷着神经兴奋，当然容易反流嘛。好，你是不是把它记住了？所以这种东西你家人理解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要背了，听到老师的课，你理解了，我告诉你，几个月应付你考试，再不复习，你自己都可以把它做出来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东西考得很细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看是不是这样？2017年又考了，你看，具有降低食管下括约肌作用的药物是哪一个？答案A嘛，高盛已经说了。假如你知道这是什么，食管下括约肌，它有钙离子通道。当然，我有钙离子通道，那么你就不能用收缩，不用收缩，当然会压力降低了，是不是？答案A。好，你假如还记不住你贺老师，我在考试过，我根本上没背到。你讲的这个东西我都记不到，那么你再这样说了，比 C 第一，你看看都是什么药，都是什么药？除了比之外，其他的比第一都是什么药？都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，用脂肪抑制剂降低胃酸，用 H 受体阻滞剂降低胃酸，用胃肠的动力剂促进胃肠的功能吻蠕动来治疗胃食管反流病，是不是？
都是既然你是治疗这个病的，肯定不能降低士官下括约肌嘛，低张力嘛。假如降低士官下括约肌张力，倒不是因为得这个病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拿到就要把这个底一干掉，你拆一个把它拆50%对吗 ？AC， 是不是？所以像这种题啊，你脑袋瓜子比较聪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没有复习到，你自己把它拆一个给它搞定啊。好了，我们再继续看它第二个作用，就是士官的扩心作用减弱。刚才我说了，既然正常人都有这个胃食管反流，就是胃内容物到食管中间去，为什么他平时这个不得胃食管反流病呢？就是因为他有容量清除。所谓容量清除，就是少量的胃内容物假如反流到食管上来了，那么食管他自己有蠕动嘛，食管一蠕动是不是又把你排到胃里面去了，你来我不让你来，来了之后搁在那一蠕动让你怎么下去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就叫食管的扩心作用啊。当某种时候食管的扩心作用减弱的时候，那么你缓流到我不能够回去，那么就改变了这个食管的扩心作用就会降低，那么就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病。哪种情况？第一，食管的蠕动或唾液的分泌降低的，你比如说干燥综合症。那个学在风肾疾病里面有一个叫干燥综合症，你们不需要掌握啊，研究生需要掌握干燥综合症什么意思？就是整天呢嘴巴是干燥的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分泌减少了，你看唾液分泌减少，那么就是不能中和你的这个缓流出来的这些东西，食管整天是干燥的，那么食管整天是干燥的，它还有蠕动吗？它也没有蠕动，所以蠕动就会减少，在这种时候蠕动障碍，那么当然你的蠕动作用障碍当然会食管的扩心作用就会减弱。第二个，食管裂孔疝的这种病，刚才我们说了，食管裂孔疝的病人第一容易缓流，第二缓流了之后，由于它这个地方什么大了，食管裂孔疝在食管裂孔的这个地方大了，这个它当然由于环流的这个状不容易回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就可以把它什么，自己都可以把它什么推导出来。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啊，食管的扩心作用降低，截至目前为止没考到过。我说第二三，虽然有三个知识点要大家掌握的，第二三个知识点，研究生考试，你们这些是助理医师考试都没考到过，大家了解一下啊。好，第三个就是食管黏膜的屏障功能降低。我不跟大家讲，大家也知道了，食管黏膜的屏障功能绝对比胃屏障功能要什么要降低。你想想，胃壁多厚啊，是不是？你食管壁多薄啊，当然抵抗力没有它厉害了。第二个，胃里面都是胃酸，它平时就在强酸性胃液中，那么它都不受损。你食管呢？食管至少没有胃液整天泡着个胃液里面呢。当然，我们正常人胃黏膜对这个胃酸、胃蛋白酶具有强烈的抵抗作用，但食管黏膜呢，虽然有，但是没有它强烈，是不是？当你这个功能降低之后，当然它会什么损伤食管黏膜，导致食管炎，最终结果导致胃食管反流病。所以，平常的正常人有没有这个黏膜屏障呢？有，食管上面的表皮粘液、不溶的水层、表面的碳酸氢根，这跟我们胃黏膜差不多的，那么是提供食管黏膜屏障。当他某些病人有病的时候，那么这些食管黏膜屏障的功能下降，当然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病、食管损伤。哪些会导致食管屏障功能下降呢？长期吸烟，并且吸那种劣质烟，长期饮酒，并且饮了高浓度的酒，食物的刺激，麻辣的食物，也药物非甾体药，非NSAID，这非甾体抗炎药，你看看都容易损伤胃黏膜、食管黏膜，导致黏膜屏障功能减低啊！你说不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说我不喝酒，我不抽烟，你是不是麻辣的食物啊？所以你看看到重庆、到成都去，你自己去了这个过一个星期，你绝对要逃跑。反正我每次到重庆那边去啊，过一个星期我就想回来，不想在那个地方待。成都也是这样，为什么？你到重庆街面上找一家不辣的餐馆，就是食物不辣的餐馆，或者微辣的餐馆，好不好找啊？不好找，找不到。你自己跑到重庆那边，从路边的小街边的这种店子，一直到五星级的大酒店，你看看，他那个桌子都不是我们这种餐桌，都是什么？中间一个吃火锅的一个大盆子，这固定在这上面，一年四季啊，在这煮，不停地加水，不停地煮，不停地加水，不停地煮，并且那个锅底啊不捞出来。我一去啊之后我都吃不下去，我看他们不捞出来，我说上一个人吃了走的，这个唾液都在这里面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下，我加钱都可以的，你这个锅底50块钱，我另外加50块钱都可以的。他说一看你就是外地人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外地人
都要吃这个新鲜锅的，我们本地人都不吃新鲜锅的，说没味。哎，他说可以给你免费饭，都是这样。我一看，我说这哪里是在吃火锅呢，完全吃别人三个顾客的，那不知道多少个顾客，他是说不定十年都没干过这个锅底，十年之前的这个货都在那里面。我告诉你，你去了完全看到他吃不下去啊，都是这样。但是还非常麻辣，所以你跟他说围了围了啊，不要搞很辣，好，我们围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一尖叫浮着上面一层，还他专门那的叫做重庆的什么锅烙山辣子鸡。什么叫辣子鸡？就是一盘辣里面一个鸡，但是那个辣椒至少有五斤辣椒，五斤干辣椒。你看看他那里面找找找找那个鸡块找不到，全部是那些尖椒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鸡吃辣子。所以你吃辣的东西，等到一个星期之后怎么样啊？估计得了胃食管缓流病。这吃辛辣的食物，那没有得胃溃疡就是胃食管缓流病。那、吃了你肚子痛，然后你要找一个不辣的那种餐馆很难找，到街上走进去，不管大大小小的餐厅全部都是火锅的，都是麻辣的，所以你到这个餐馆很难找，只有逃回来啊，都是这样。不知道你们感受怎么样啊，你感受的只要到那地方待一个星期，你都强烈的感受到这胃食管缓流病啊是多么的容易得啊。好了，这是跟大家开开玩笑，帮助大家记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04年这个时期胃食管缓流病的主要发病机制，不过哪一项单比下啊食管括约肌压力降低，也就是食管下括约肌，它把这个下放在前面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，单比了。单 C 异常的食管下括约肌一个松弛，是不是？有就缓流嘛。胃空肠排空障碍，那么胃空肠排空障碍，这在我们书上没讲，这原来的老书上讲了，胃排空障碍大量胃内容物在胃内储积了之后怎么样，食物多了当然有缓流。好，食管的酸扩心能力降低，酸就是指胃酸的扩心能力降低，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。好，胆比 CD1 都是它的机制，哪个不是它的机制？胆 A 不是，夜间胃酸分泌过多不是，夜间胃酸分泌过多这是什么的机制啊？十二转溃疡的机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讲的十二转溃疡的机制，答案为 A 啊。因此哪个不是，哪个不是啊？ A 不是。好了，假如我给这个题目换一下，我说胃食管缓流病缓流的主要机制是谁，还是这就是几个答案一下，我说主要机制谁，你答谁？哎，答 B 是不是？食管下括约肌压力降低啊，主要是这个地方受损引起的。好，答案 B 了。好了，继续我们再来看看08年这个时期，大家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关的不相关的啊，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不相关的疾病是哪一个？好，我们在刚才谈到胃食管缓流病，也就是它的早期的是叫什么缓流食管炎，我不是跟大家说吗，而很多疾病都是以缓流食管炎来代替的。你假如是缓流食管炎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就没办法，你说哦，这个东西我没学过，就像刚刚都没要去掌握缓流食管炎，在哪儿讲啊？就这个地方讲的啊，胃食管缓流病的早期的缓流食管炎，那么与哪个不相关？缓流食管炎，或者是胃食管缓流病跟它无关系，其他都跟它有关系啊。大家记得一块一记，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的，我们下一个章节要讲的下腹腔溃疡，无论是十二转溃疡还是胃溃疡，都跟幽门螺杆菌 HP 感染有关。第二个，慢性胃炎里面要跟他讲的。B 型胃炎 A 型胃炎啊，跟它没关系，胃型胃炎只是免疫疾病，这放在这儿与它无关系啊。 B 型胃炎那么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的，跟它关系有多少啊？大家知道这个比例 90%，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题。 B 型胃炎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？你答什么？幽门螺杆菌感染，还有胃癌。那么在外科学也跟他讲的啊，胃癌那么它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也比较高，还有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，这是内科学讲的，在哪儿讲啊？在淋巴瘤里面讲的啊，胃黏膜相关组织淋巴瘤，那么跟它有关系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内科学讲的下腹腔溃疡、B 型胃炎，外科学讲的胃癌，内科学还在淋巴瘤还讲的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，这都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。所以基本教材上面的啊，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的，你记就一块儿记，这样大家就不用忘记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注意，不跟他没关系的报告哪些疾病？一个缓流食管炎，顾名思义就是胃食管胃酸反流。第二个，假如他的重症叫什么？胃食管反流病，是不是？跟他没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大家注意，我们下一个章节要跟他讲的什么？胃炎里面急性胃炎，急性胃炎、糜烂性胃炎、出血胃炎、急性胃炎都是他。什么东西引起的？吃药物会载体的 NSAID 的药物，或者是应激引起的。那么跟那个缓流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。那么跟幽门螺杆菌也没关系。所以说这都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关的。
所以大家就把我们教学上要求掌握的，我不管你内科学外科学跟这相关的，那么大家就背的这个一块儿背，这样大家假如自己总结出来的，我认为你这个水平就很好，你假如我跟你总结出来，那你就直接给他记到，否则的话一考的这个东西，那么你在考试这个大家去总结，那么很难啊，一般就会错，所以这个答案项应该答 C。 好了，我们再看临床表现啊，临床表现大家注意，它的临床表现很多很杂又常考，希望大家一注意一定要区分开来，它包括两大临床表现，第一个食管症状，一个是食管外症状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病人胃食管反流病本质上是胃内的物反流的食管所致，假如在反流的这个高度不是很高，你看刚刚在我们会液的这个底下，那么它产生什么症状？产生食管症状，是不是反流物将将在食管嘛，产生食管症状。假如我反流还很高，你比如我打个嗝，觉得这个什么咽喉部刺激很大，这就证明到哪儿啊？会液以上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么到了会液以上就会到哪儿去啊？在会液以上这个感觉里面是到哪儿去？到支气管，是不是？支气管食管刚刚在会液这个就分道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就是什么很可能反流的胃的那种，我一直反流的很高，到了会液这个地方到哪儿去了？到支气管，到会里面去了。所以那不在食管里面产生症状，那叫什么？食管外症状。所以食管外症状、食管内症状，你既然理解了中文意思，你都会搞定。反流的比较低，位置比较低，那么就食管内症状。假如反流的非常高，到会里面去了，到食管外去了，叫食管外症状。我们先来看看食管症状。食管症状它有很多症状，大家注意，包括典型症状和非典型症状。什么叫典型症状？典型症状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，四个字：缓酸烧心。完了，什么叫缓酸烧？什么叫烧心？我看没有个人，没有这个感受。为什么？你哪个人没缓流过啊？你哪个人吃东西没缓流过？你说你这时候没缓流过，我估计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都缓流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烧心就是哎呀，医生呐，我这里不舒服，总觉得这个心窝窝里烧灼痛，哎，这烧心。什么叫缓流呢？你看一打嗝，哦，打得很厉害的这个，哦，我闻到那个酸味都出来了，这就缓流嘛。所以缓酸烧心，这是它最常见的特征性的临床表现。由于你是最常见的特征临床表现，第一个它就会这样出。胃食管反流病最常见的症状是为什么？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？是不是？你就打缓酸烧心，缓字。假如我搞个 AAR 型题，我说这个病人有缓酸，这个病人有烧心，一看到这四个字，马上你就马上想到什么？我这是个胃食管反流病，那就不会看其他的症状了，答案就直接出来了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缓酸烧心不是你吃下去就有，在什么时候有？一个小时，餐后一个小时。大家说这个时间要记吗？我只能这样说啊，这个时间在你们职业医师、助理医师从来没考到过，在研究生考试专门考的这个时间，你变不变态？变态吧。他说关于胃食管反流病下列哪个症状不正确，他就把这个餐后一小时改成餐后半小时，哪个不正确？就这个不正确。哎呀，我说你真他妈变态，这老师这该骂，这所有的考生全部考生在骂他。你说个半个小时跟个一个小时有个什么意义呢？有个意义？没多大的意义，但是他要考你啊，考你就有意义了，是不是？就算除了你做不到，你平时没背这个一个小时吧，我就把这个一个小时一改，那么来考你。好了，其他的大家注意，卧位弯腰腹压增加的时候出现，为什么出现？站立位不出现吗？站立位水往低处流，即使你胃里面有东西怎么样，它下去了不会缓流。卧位平卧位呢，它就用缓流。你这还不知道，你这孩子出来吃了奶，这个孩子什么一个月突然吃了奶，吃了奶之后你是用于平躺还是放下来抱着他？肯定要抱着他，是不是？竖起来，那么他就才不用于缓流。你这一平躺怎么样？那马上就缓流了嘛，因为小孩子这个喷门的这食管下括一句发育的更不完全，更容易反流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卧位的时候就大家什么就不要大家记嘛， OK 了吗？好，弯腰，你看看大家注意，你看这一弯腰，你这个腹部一受压，腹部的压力是不大呀，腹部的压力大，当然胃里面压力大，胃里面压力大肯定要什么缓流。还有一个这腹压增加，腹压增加，胃扩张，不管你怎么样，腹压增加增加。你比如这个病人润肾，腹压增加；你比如这个病人腹水，腹压增加。你看看，腹压一增加，胃里面压力又外面给他一压，胃里面压力增加，你看他是不是用缓流啊？当然是。所以像这种东西，大家注意了啊！像这东西，我当学生的我从来不记，为什么？你只要给到我的这个答案项出现这个东西，我自己都可以分析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不是问答题，问答题要你写，
你要背。像这东西你这样理解了，你就不要背了。所以啊，我假如是学生，我要背，我就背什么缓心烧山，烧心，这是最重要的症状。然后背这个时间，偶尔怕它出现了变态体。好了，其他的就是灰点性症状。灰点性症状就是虽然是缓流在食管中间引起的症状，但是不是烧心缓流这四个字，那么都不叫灰点性症状。哪些东西？胸骨后疼痛，你看看，我假如胃酸缓流，缓流到一直缓流到食管，那么今天缓流食管，明天缓流食管，就沿着这食管一条刺激你，你说你是不是胸骨后痛？因为食管的轴心就是胸骨后嘛，所以这种病人就容易得胸骨后疼痛。胸骨疼痛之后还会放射在后背，还会在肩部，你看看跟什么东西相似啊？心绞痛是不是？心绞痛、心肌梗死很相似。那么你这是不是被误诊为心绞痛、心肌梗死啊？所以你们说叫酷似，什么叫酷似？就是非常相似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叫酷似。所以大家就容易把它误诊为心绞痛、心肌梗死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在考试中间，我又怎么把它区分开来？看时间。假如这个胸骨疼是心绞痛引起的，那么它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，是不是？一般的不超过15分钟，最多了放宽了不超过30分钟。但是胃食管缓流病呢，那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是几个月，是不是？以月计，你不说我心绞痛，我不可能持续的这么痛个三个月，不可能吗？那么你马上就给它分开了。还有一种是吞咽困难，你看看，今天缓流刺激我食管引起缓流食管炎，明天缓流刺激食管炎，那么久而久之结果你说吞咽困难。所以这种吞咽困难是大家什么非典型症状。还有吞咽疼痛，你假如严重的食管炎、缓流食管炎，当然吞咽的时候有刺激，当然有疼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三个症状，这都叫非典型症状，出现的越多越提示这个病人是胃食管缓流病，但是不出现不一定就不是。当然呢，你想象一下，假如老师要出题，那么非典型症状最容易出哪一个？胸骨疼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他有知道你容易跟心绞痛、心肌梗死相互影响，所以他就经常出这个。所以吞咽困难、吞咽疼痛这种出现的几率就比胸骨疼痛要少得多了。好了，继续我们看食管外症状，也就是什么东西，我胃里面的缓流的食物缓流的非常高，一直高于了意思吗？肺液，所以会一高于肺液到哪儿去了？到支气管中间去了，到肺里面去了，那么那些物质那么就刺激引起的症状都是，你看看，比假如比较高，这个缓流物比较高，到肺咽部去了，咽喉炎，是不是？假如它还更高，到了你声带，这你看看声带这儿了，引起声音嘶哑，是不是？假如你再顺道一流下去，你容易缓流物嘛，它是液体嘛，一流下去顺到你的支气管到了肺里面去了，刺激你的那里就会引起什么咳嗽，今天缓流咳嗽，明天缓流咳嗽，那就慢性咳嗽。好了，假如说缓流到了你什么一直流到你的肺部去了，还可以有误吸导致吸入性肺炎，是不是？今天缓流损伤你的肺腺子，明天缓流会让你肺腺子，久而久之结果到什么会腺子显化。今天缓流到你的肺部去引起你支气管哮喘，明天缓流到你的支气管哮喘，假如你跟支气管哮喘的病人，很可能什么天天都是缓流引起你支气管哮喘复发。所以你看看，这都跟食管内是食管外啊，全部都是食管外的症状，是不是？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气管、支气管以及肺的症状，那么叫食管外症状，这就是食管外症状。好了，还有一个啊，你们没考过的，这个研究生考过的，他考过溢球症。他那时候就考的一个什么溢球症，主要是指无真正的吞咽困难，我记得那年答一下就这。他溢球症，你稍微读书不注意，哪个搞个溢球症呢？这是溢球症，大家注意了啊，在临床上啊，这是那些小女孩用的，娇滴滴的小女孩，长得比较漂亮，一般都是男朋友送来的，为什么？撒娇用的嘛。今天娇滴滴，哎呀我不吃，明天你再喂我吃，哎，娇滴滴滴的，男人撒娇撒得太狠了，哎，搞了一个什么溢球症。所以来了之后，大家注意，他就说呢，哎呀，在这里有个一个什么东西塞在这个咽喉部了。那一张开口一检查，和甚至喉镜一检查，也没看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他总认为他的这个地方，啊、哎，吃了个什么东西，像个鱼刺一样卡在这个东西，不舒服。那你跟他检查有没有什么东西？那么你这时候医生一看啊，也没什么东西，也没什么异物，但是他就说的振振有词，哎呀，到那里娇滴滴的啊，看到那男朋友在旁边，然后一看。这个女孩子，哎呀，她说话，那个是音调比林志颖还林志颖，我告诉你，那骂死你多少男人，就是反正闹的声音一看，啊，小女孩长得比较漂亮的，这种小女孩，我告诉你，赶快拿个棉签啊，我们医生拿个棉签，拿个棉签干什么？刺激她的咽喉壁，来，口张开，给她的咽喉壁刺激一下。假如个正常人，你怎么样？
马上恶心呕吐，是不是应该免签吃一咽口鼻嘛？但是这种人有没有恶心呕吐啊？没有，你吃一下他没感觉的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哎，这个人应该诊断什么？撒娇用的一休人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真正的特殊困难，就是个脑袋瓜子的有病，像男朋友撒娇的。所以你这个时候，我总是说，来，我给你一个最好的药啊，这个药是去德国进口的啊，480块钱一个啊，大家注意啊，不要吃进去，含到，有点点酸啊，不要吞进去，含到就好了，你吃进去没效果了。好，我就在那等到，他跑到那个。妇女部的去拿一个拿一颗药，什么药？维生素 C 啊。这个维生素 C 又便宜，1块钱100片，1分钱1颗，送给他也是这个事，是不是？但是维生素 C 是吗？酸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是用那个酸性的一个刺激，然后你跟他说的，哎呀，这个药不知道多好多贵，哎，给他喊到，大家看到，哎呀，好酸好酸，不知头，头就完了啊，喊到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刺激一下，好了，好，哎呀，刺激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效？他绝对是有效，不要效来，我再给你给一颗，再酸死他！我告诉你，酸的他牙齿都快掉下来。你还不他不好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回去送给他1分钱啊，维生素 C 就1分钱，搞定了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这种医修症都是这样，哎，这反正不碰的也不是很多，每年碰的个过八，都是这样啊。那也都是美女啊，那些丑女人不会得这种的，撒娇啥的嘛，那个男朋友你还撒娇，我看着就烦了，撒娇。眼睛一瞪跑了，所以他也没有一求真，所以啊，得一求真都是美女娇滴滴的啊，那个说话的声音跟那个林志颖差不多的，哎，这种人你来看到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哦 ，OK， 是不是一求真啊？这是他的10万外的症状啊，一个东西啊，考过一次你们还没考到啊，你们还没考到这么难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2018年这个尸体，男，45岁，患酸烧心2个月。所以大家只要看到这关键字啊，这是经常考到的关键字，这是我们解题的关键，那就是什么坏酸烧心，大家都知道这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症状。所以他有时候题目出的比较简单，反酸烧心这两个字都出来，假如题目出的难一点，哎，他就是什么出现这一个字反酸，要么什么烧心，所以碰到这什么4个字之一，一定要赶快形成条件反射胃食管反流病。所以你假如非常聪明，哎 ，OK， 答案就出来了，答案 B， 胃食管反流病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后面是不是后面呢？一般都是非特异症状，见胆胸痛，所以你就不能把它诊断成为什么冠心病。咳嗽、无特异困难，你看看后面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，所以真正对你解题有作用的就是缓酸烧心这两个字，因此正确答案应该答 B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为什么不答 A 呢？消化性溃疡也有缓酸烧心，但是一般的是吧，是胃痛、上腹痛。并且是周期性上腹痛，痛的时间比较长，与季节有关系，所以不是它。胸膜炎有胸痛，但是没有缓酸烧心。食管癌那么是进行性吞咽困难，喷闷是食管症，是间歇性吞咽困难，食管癌是进行性吞咽困难，所以这两个啊都可以排除掉，因此正确答案是 B 啊。好，继续我们再来看它的并发症。并发症第一个啊，大家注意了，主要上下挖的出血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病人是胃酸。环流到食管中间所致，所以当你的环流的物质很大的这个胃酸对食管有个刺激作用，你想一想一下，这个病人很不可能导致出血啊，可以导致出血。第二个狭窄，食管狭窄，今天也是环流食管炎，明天也是环流食管炎，最后一显微化，显微化之后这个斑痕显微组织一收缩，会不会导致食管狭窄？会。好，第三种经常用于考到的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研究生考过很多次啊，你们考的少一点，不然几次嘛，有这个搞个不热体是吧？不热体溃疡的啊，不知道他来考你，为什么？哦，你们考过，你们在病理学考过，那个学没考啊？他经常考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不热体食管。不热体食管其实上在用病理学的准确的观点来说，它是个化身。什么叫化身？就是一种成熟的组织被另一种成熟的组织取代，那么由成熟组织间的上皮的转换，那么叫化身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正常的食管的上皮是什么？鳞状上皮，糊成鳞状上皮，他今天也缓流，胃酸给你刺激，明天也缓流，胃酸给这个鳞状上皮，这不是损伤了，是不是？他卡不住了，那么这就转变成另外一种状皮，叫什么？柱状上皮。为什么转换柱状上皮呢？为什么？你就是说，你这假如说细胞跟人体是一样的，它都有个适应功能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武汉是这种天气，这种下雪，是不是？我平时的时候只穿个衬衫就够了。当我一变天的时候，你穿棉袄，你不穿棉袄不适应我，
这么不换衣服，不换衣服就是形状上面不改变，那么你要冻死是不是？他为了不死，你今天给我胃酸刺激，明天给我胃酸刺激，那我肯定要对你胃酸刺激具有耐受性的黏膜了，从鳞状上皮换成柱状上皮。好了，大家看看，有从鳞状上皮又换成柱状上皮，有没有上皮细胞的改变呢？有，那么叫做化生。所以那个病理学还比内科学好得多。他说下列哪一种是化生？搞个什么东西？普尔提斯吗？这就与化生有关系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化生之后，那么假如化生之后，那么它就会产生什么癌变。所以这种病人，大家注意了，普尔提斯的癌变率比正常要高30到50倍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像那癌前病变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内科学专门考虑了，他下列哪一种胃食管环境病必须做胃镜来定期复查，哪一种食管？普尔提斯管。因为普尔提斯管癌变率很高啊，是你正常的正常的三到五十倍啊。当然你要做什么胃镜复查，定期复查，否则他癌变了成了食管癌你还不知道。好，这就普尔提斯管，从临床上比带着你柱状上比。好了，在这普尔提斯管的基础上也可以化成溃疡，那么就是布尔蒂溃疡。对，大家看，布尔溃疡就是布尔蒂食管上面化成了消化性溃疡。所以大家注意这种布尔蒂食管，大家看看啊，左边的这个正常的食管黏膜，这胃镜底下啊，正规的食管黏膜，你胃镜底下看那个幽幽的黑黑的一个洞，这个洞就是食管，食管远端，你看看这个胃黏膜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好，右边的这就是布尔蒂食管，你看看，所以鳞状上皮被柱状上皮取出之后，你看看红红的，就跟我们的眼睛差不多的，是不是？其实就这个东西，所有这些红斑区或鲜红的地区都是布尔蒂食管所经营的区域，所以这个就布尔蒂食管在这里基础上可以烂一个洞，老百姓说烂一个洞，那么就是成了溃疡。那么这种溃疡我们记得的布尔蒂食管，所以布尔蒂溃疡这种溃布尔蒂食管上发生溃疡就是布尔蒂溃疡。好，这就是它的机制。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，这种胃食管环境病既可以并发布尔蒂食管，也可以并发怎么样啊？布尔蒂溃疡，还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癌变。但是大家注意了，这个癌变是变成什么癌？大家看看是食管还是胃癌？胃食管环流病食管的化身嘛，是不是？绝对最后变成什么癌啊？食管癌。所以这个地方经常出这种题目。但是胃食管环流病的并发症不包括哪一项？包不包括胃癌？不包括。但是我说包不包括食管癌？包括食管癌啊，在不热地区的食管基础上即可发生癌变，食管癌，那么胃癌。再次跟大家说啊，这个职业医师已经考过很多次了啊，职业医师你们病理学考的不是内科学考的，大家结合的这个东西要积极一起记。由于你这个不热地食管是鳞状细胞变成柱状细胞，在它的基础上发生的癌叫什么癌？大家想一想，是鳞癌是腺癌啊？都不知道了。目前是什么组织发生的癌就是什么癌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谈到了以前，你比如这个病人啊，食管上面是鳞状上皮发生的癌，那么我叫什么鳞癌。假如这个病人是腺上皮，腺上面就柱状上皮嘛，柱状上皮是腺上面特殊类型嘛，那我发生的癌叫什么腺癌。所以你在这种假如我们正常人食管上面发生的癌，那是什么癌？哎，大家都知道 90%到95% 的都说鳞癌，因为我们食管本身的上皮就是鳞状上皮，在它的基础上，假如布尔蒂食管发生的癌是什么癌呢？大家看，变成什么上皮？腺上皮，是不是？腺上皮的特点，柱状上皮，腺上皮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发生癌是什么癌？腺癌。你说你跟这个职业医师这个观念，在病理学考了很多次吧？是不是？总在考这种东西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布尔蒂食管上面可以发生癌，但是发生的癌绝对不要打食管癌，要打什么？腺癌啊！你们这个5年的教程上啊。这个病理学上没讲，但是8年的教程上专门讲了，考的病理比较多，总在病理学考这个东西。所以你这时候假如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了，你病理学掌握了，内科学掌握了，大家知识点就融会贯通的嘛，融会贯通了，你随便你考什么，我怕你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就这几个玩意儿考来考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会考的比研究生太难吗？研究生了不起，这种题目难就在这个程度吗？好了，这就是跟大家说出来啊，这个癌变。好了，继续啊，我们再来看看11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看，对于胃食管环境病的患者要定期接受内镜检查的是什么？哎，布尔蒂食管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接受？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变成癌啊！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个变成癌啊！这整个一个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个食管癌啊！大家注意，你看食管什么癌啊？我这里跟他标了是个什么癌？腺癌啊，不是鳞癌，不是我写错了啊！你和老师这个鳞癌占95%，那是平常的人。
因为这种不热的食管上发生量还是腺癌，它的癌变率比正常人高30到50倍。正因为这样，我要定期内镜复查，一旦你癌变，那我要赶快做手术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看，像这种题出的就很活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直落裸的说你，哎，下列哪个要改变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，那是小儿科的题目。所以进阶的题目都是这种题目，你看的知识点很简单，他虽然考的知识点没变，但是他反另一种方法来处理，那么你就没办法作答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05年这个试题，它是不属于胃食管反流病的变化症是哪一个？哪个？大 A 是不是？所以说不会发生胃癌，会发生什么？食管癌啊！大家注意，假如我今天给这个题目还改一下，什么都不变，那我搞个什么食管鳞癌，会不会发生？不会发生啊！那食管鳞癌是我们普通人发生的，那不是食管上面发生的是腺癌，所以它这里面的加一个腺癌。所以这个题目出的不很好，假如要我出，我肯定给这个食管腺癌干掉，搞个什么食管鳞癌，然后把这个胃癌干掉，搞个什么双向的穿孔、双向的出血、双向大出血，我告诉你，整死你！搞了，因为什么？你记得都是哦，贺老师给我讲的，胃食管反流病不发生胃癌，只发生食管癌，哦，又不记得究竟是食管鳞癌、食管腺癌，最后还是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的题目就是这样，特别是那些职业医师自己变态的无可救药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变态劲儿跟那个研究生考试啊，其实中很接近。我这么认为，再过几年了啊，基本上能够过职业医师考试，那考过研究生考试都没什么问题了。只要你英语好一点，英语好一点，你们，你们英语我能考个58分，就过了国家线嘛，是不是？国家线一般就是什么50分、51分嘛，过了国家线，然后真是只要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，绝对可以打个60-70分。你看政治打个60-70分，英语打个60-70分，120分，在西医中我考个250分，370、380，北大向你招手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每年都去，也就这个分数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大家注意，你假如职业医师通过了，再去考研究生啊，你把这种变态的题目都搞得很清楚了，那我告诉你，考研究生小菜一碟，因为这现在题目已经飞上几星了，不像前几年的嘛，职业医师跟那个研究生有个档次，那个职业医师的实力就是广。而不深，现在职业医师呢，都是这种细小的东西，深呐、啊，考的跟那个西医综合没有什么两样啊？为什么呢？西医综合是考6门，你们考19门，你一家人19门都给他搞过来了，你还是才考个研究生。所以有些同学啊，基础比较好的，他就一年啊，同时两个都一起考，既考研究生，又考职业医师，最后两个都没过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你不要看你牛逼，你牛逼什么呢？你精力一分开，你又想搞这个，又想搞了，搞到最后了吗？一个都没搞好。所以你们搞什么东西？这个华为的任老板呢、啊，这个跟我的观点很相像啊。他就说，我们中国人有10几亿人口，你每个人只干成功一件事，我14件这成功的事情在一起，这个国家就是个强大的国家。你就没有必要又搞那又搞这，搞你的那个小专业，你给他搞好，搞得全国顶尖，不要你搞得世界顶尖，搞得全国顶尖，你有饭吃，不仅有饭吃，并且这碗饭还是个金饭碗，很漂亮。你就不要那个想搞这个想，你比如你个外科医生，你说你做肝癌的就做好你的肝癌就够了，做的肝癌你说你不做的全国有名，做的你这么省里面有名，市里面有名，所以那一个市里来找你，那些肝癌患者你都给他搞成粉丝，我告诉你。你这些省的觉得是个大牛的医生够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假如你省城医院的附属医院的，你搞到这省里面有名也够了，你就不要今天搞个肝癌，明天搞个胆囊切除，后天搞个胃癌，我告诉你搞到最后怎么样，跟那个乡村医生一样的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精，搞到最后怎么样，奖金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啊，就是每个人专注一件事，一个手术你给他做出名，我告诉你这个医生就是个好医生。你说你个科室30几个医生，你就搞30几个常见的病，各搞各的一个病，第一没有竞争，大家就不会斗得死去活来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人人都什么有名，人人都饭吃得很好， OK 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院长我认为就要搞这件事，因为中国人就爱窝里斗，你不让他斗就什么样子，你看着你要快出名的有这个苗头，行，我给你混个科室，是不是？跟你谈，行，你就专门做胆囊切除啊，搞腹腔镜，行，我给你要多少人呢？1层楼，1层楼给你，我医生你挑，护士你挑，完了是不是还有人给你斗吗？没人给你斗，所以院长要会搞这种事。
所以你不搞就把所有的人都搞到一起，大家搞个大专业，那个也搞，这个也搞，你不服我不服你，最后的嘛都那个死去活来，哎呀看得扎心啊。那跟那个家庭是一样的，老公跟老婆都在最后怎么样，四分五裂都是这样啊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辅助检查，辅助检查第一个金标准怎么样，胃镜。大家注意啊，胃镜不是看本身胃食管缓流病，然后看什么东西啊，看到他前期的缓流食管炎啊。所以他有这个出题搞个什么诊断缓流食管炎最准确的方法，不是说诊断胃食管缓流病的最准确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我也可以这样出题啊，为了明确诊断，为了明确胃食管缓流病的诊断，那么首先你检查是什么，你打什么胃镜。其实上他是看不到缓流的，进去啊这个也许没有缓流，我是看到你食管破损的这种症状，缓流食管炎，所以他诊断出来也是缓流食管炎。好，这是他的金标准啊。假日大家注意，这个病人有缓塞烧心这个典型的症状，但是你胃镜检查就是阴性的，那么又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是胃食管缓流病，那么第二个检查做什么检查，做银标准检查，就是失血的检查。做什么检查？24小时食管 pH 监测。这个东西临床上做不做啊？不做。为什么？它虽然不是有创，但是要查鼻胃管呢。今天给你查个鼻胃管，明天给你查个鼻胃管，你高不高兴？不高兴，病人难以接受，所以说没人做这个检查。但是啊，你考试中间要做，也就是说他是在胃镜检，什么条件要做啊？在胃镜检查阴性的时候，你高度怀疑这个病人的时候，那么就是做食管 pH 的监测，或者你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是胃食管缓流病，但是这个检查中间金标准胃镜又不在，那你就打次标准，什么银标准。既然你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今天有胃食管缓流，明天有胃食管缓流，那么食管的 pH 值就会什么呀？降低嘛，因为有胃酸嘛，盐酸缓流嘛，所以它有酸缓流。当 pH 监测中小于4的时候，提示此时存在酸缓流。你存在酸缓流吗？很可能有缓流食管炎，很可能有胃食管缓流病啊。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本意是这样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呢，下面三个检查，上面三个检查，你看不看无所谓啊。截至目前为止，研究生考试、你们考试全部没考到这个东西。第三个就是胃食管的吞背检查，吞背检查做不做啊？不做，一般就用于排除食管癌。但是要排除食管癌，我临床上选用的最好的检查是什么？胃镜，是不是？所以没哪个做这个检查。好了，食管滴穿试验跟美人做，它什么意思？用一个胃肠检验管啊，插进去之后，我就滴酸、滴盐酸了，滴到你痛的时候出现症状。你平时胃食管缓流病就是胃酸刺激引起的痛吗？我就这样给你滴出来，哎，慢慢滴胃酸，等你痛的时候我记时间，在最迟的是15分钟。假如你出现胸骨痛，跟我们胃食管缓流病的那个症状一样，那么我说你是阳性实验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看谁去做？没人做。好，食管测压那更是。还没人做了，你说测的这个压力啊，大家注意了，平时的这个我正常值是10到30毫米汞柱，我刚才跟大家说了，假如这个压力假如持续减小，证明这个 LES 就食管下括约肌什么是松弛的，既然你是松弛的，压力低是松弛的，那么最容易胃食管内容物缓流到食管中间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起这样一个作用，你看有谁做呢？没谁做啊。所以这三个检查，对面的这三个检查，一般来说考试答案项都是干扰项，不会是正常的答案项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胃镜。胃镜跟大家说过，这是胃食管缓流病以及缓流食管炎的什么最佳的诊断标准，那么是它的金标准。那么做胃镜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了，有一个洛杉矶分级法，把它分为 ABCD 四级。好，截至目前为止，这个洛杉矶分级法胃镜分级还没考到过啊。你说何老师今年会不会考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说啊，考到目前为止，无论研究考试你们考试都没考到过，会不会考你？这个东西考一下为什么不行呢？我就可以用一分嘛，但是考一下也得分级嘛。所以第一个，假如食管黏膜没有破损，就和正常人一样，那是正常的。假如一个以上的破损，但是这个肠径小于5毫米，很小很小的，那么是 A 型。假如肠径大于5公分，但是没有融合，不是两个病变了没融合，那么是 B 型。假如融合了，但是小于1/4的周径，就是小于75%的食管周径，就是没有到搞到一起1/4以下，那么我们是 A 级。假如大于75%呢，大于1/4的周径呢，那么就 D 级。所以这种 ABCD 级，他搞个出个题目为什么又不行呢？可以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啊，没有考到，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6年这个试题啊，这相对的试题，假如我掌握了我刚才那些讲的这些事情，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。大家看啊，男性60岁，这个病人胸部后稍中央疼痛2周，
哎，一看到这烧灼痛，这是什么？烧灼痛和缓三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症状。所以读到这儿，你马上第一印象就要打一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究竟是不是一？你继续往后读，你看这个病人有吞咽不畅，口服奥美拿出治疗两周后缓解，证明他用抗酸剂有没有效果？有效果，所以说就排除了心绞痛。当然心绞痛也不会绞痛两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奥美拿唑，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首选药物就是什么？奥美拿唑，就是奥美拿唑有奇效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打一。好，第二个，目前首选的检查是什么？打他的金标准吗？打胃镜。第二问又出来了，打笔。好，这就答的这种题目，所以这种题目啊，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啊。好，我们看看治疗啊，治疗第一个大家知道它治疗目的啊，治疗目的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目的，竭诚不欠为止，你们没考到过啊？这个研究生考过啊，大家看看呢，这个一二三四，刚刚四句话，并且四句话答案很短，大家注意，在五句话左右的答案很短的这种东西，有没有出题？容易出题，因为老师不动脑筋，任意搞这就是搞这什么四个答案型一抄进去，然后再给加一个里边的黄疸癌变，把这个黄疸病患症打个 ABCD， 然后再给搞个黄疸癌症，我就可以加一句，我说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原则、治疗目的不包括像哪一项？你答什么？黄疸癌变。所以像这种题目啊，五个答案五个知识点左右，并且很短，长那不行。为什么长那不行？因为我们国家医学院考试中心，大家看啊，那个出题的标准就是这样。第一个，这五个答案项字数大致相等，你不能一个答案项两个字，你比如说癌变，一个答案项三十个字，搞了三行，我的天哪，这种考试看的就头重脚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到这种题目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已经要求了，就是五个答案项大致字数要相等。第二个，它规定每一项的字数，就是每一个答案项 ABCD 要每个项的答案字数一般不要超过25个字，最好在15个字之内，越短的时候老师是越高兴的。你看控制症状4个字啊，治愈食管炎5个字，字数又差不多，又刚刚在5项这4项，那么5项啊6项啊，这种东西它永远最用出。你假如这个知识点你看只有2项，它有没有出题啊？不用出题。为什么？他要找五个答案项，他还要想三个答案项。老师跟同学一样的，他也是学生出身，他难不难？他当然难啦、啊。那你要我想三个答案项干扰项，我还去想着学生又有误诊啊，又有误答，我还想的跟这个一样。你想一想，他动多少脑筋？他就不喜欢动脑筋，这种题目他就不愿意出，他就最爱出这种五个答案项互金的。我想答案项也得想一个的，哎，我六个答案项我算一个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老师，就是这么变态，就喜欢抓这种东西。看着这种东西了啊，大家注意，读书的时候教科书读到这种地方，看着这个东西什么，多看两眼，这就是你的考点。所以很多同学啊，我们同学，我从什么大学读到研究生，成绩都很好嘛。所以那些同学总是问我的，整天看着你在家里睡觉。啊，只因是我们回来了就找我们打麻将斗地主，专门赢我们钱。妈，你的成绩从来没有个90分以下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说我怎么搞的？我一看这书就好像满眼是试题啊，真的，一看那个句子，晓得这个老师出哪个东西，就是我专门一看就晓得你这个答案是答怎么设计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你说我看一遍。结果得90分，你天天上自习，天天搞，那肯当然你就觉得什么很难呢？所以他就说，你为什么天天打麻将斗地主赢我的钱？我说我平时睡好了，精力充足了，晚上一打了半夜，我不赢你钱赢谁的钱呢？第二个，我家里又穷，我连生活费都没有，我不赢你钱我到哪里去生活呀？我的天哪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总是打的，他们不敢给我打，就是这样的道理啊。所以搞什么东西都要有经验，什么东西都有经验，我告诉你，这考试也有经验。大家从幼儿园一直考到研究生毕业，你还没经验，考了几十年都没经验，那这里面你不善于总结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再来继续看呢。第二个是治酸剂，假如降低胃酸，这种症状会减轻。降低胃酸，我们在临床最常用的有两种药，有钱人去吃脂肪抑制剂，就是我们说的罗塞克啊，阿美拿唑。对，假如没钱人就用吃阿替尔素抑制剂，什么什么替丁啊，雷利替丁、法莫替丁、甲青米瓜这一类的药物啊。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三代，那么它的第一代是甲青米瓜，那么第二代是雷利替丁，第三代是法莫替丁。法莫替丁都很便宜的嘛，3-5块钱一盒，一盒吃半个月，所以
大家注意，没钱人那么你就用 H 处理珠，即有钱人那么就吃20块钱一颗的奥美拉珠。好，这就它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你说这种效果哪个最好啊？贵的效果好了，植脂末效果一，植脂末抑制剂的遗传效果好，所以来指引症状患者病人首选的疗效最好，就是选它了。大家注意这个疗程啊，你们没考过研究生考过一次啊，他搞个什么这种 A3 性题，第一个要问你这个病人首选什么药物，你打植脂末抑制剂，大家都知道。第二个他又来了，该病人的疗程大约是多少，4到8周，你记不住记不住还是没办法做到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对轻中症的患者或者没钱人，那么就用 H2 处理组织剂。好了，大家还要了解一下呢，这就是什么胃肠动力药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胃肠蠕动延缓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哎，会导致缓流，胃食管缓流病。那我不让你胃缓流呢，那就阻止你胃的蠕动，阻止你胃蠕动，大家就这几年没有广告了啊。前几年总有那个西安养生，这个广告多潘尼酮，是不是？马丁尼因为需要胃动力，天天就在做这个广告，现在都听不到了啊，这个广告啊，多潘尼酮，这是胃蠕动剂。好了，第二台产品就是。既蠕动胃又蠕动肠，叫胃肠蠕动剂，什么摩萨比利啊，这是胃肠蠕动剂，后面加了个肠，前面这个胃多潘尼酮。所以对这种胃储留的病人啊，大家注意了，那么就用胃肠蠕动剂。好了，维持治疗什么意思？怕它复发了啊，维持治疗，维持胃的治疗，那么也是用植脂末抑制剂啊，以上效果最好的。所以他也是个经常说该病人治疗用什么，首选什么，你打奥美拉珠。又来了，这个病人维持治疗首选什么？当然还是他，还是植脂末抑制剂奥美拉珠啊。好了，抗缓流是装置手术，大家注意，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考到过，研究生也没有考到过，你们也没有考到过啊。就是胃底折叠术，这个在临床上不常用。我记得我们科室自从我来了，这将近30年的时间，总共做了两例都扯皮，最后没人做了，就腹腔镜底下把这个胃底一折叠。胃底折叠，你不是缓流吗？我给你胃底折叠起来，折叠再起来，就胀的什么一个小洞能够下去，不能缓流，是不是 OK 了？就原理是这样，也有人做，但是报告效果很好，最后一做效果不好，为什么？第一个折叠之后什么效果都没有，那个病人说我被你开了一刀，症状一点都没缓解，那你给我还回去，我给你折的，你要给我还回去。最后发现什么？这个折叠太少了，折叠太少了，怎么这样？他还是几口下去，一口上来。最后第二个就是给你折的多一点，折的多点之后，这个就怎么样啊？下不去了，梗阻，还又搞得开了一刀。最后他说：“你不去搞的我没有用，还给我搞梗阻了，还给我开了两刀。”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最后没人做这个东西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在临床上应用受到限制啊。你不要看它吹得很好啊，真正应用受到限制，应用受到限制之后，没人考这个东西，所以研究生有没有考，你们有没有考？它主要是用哪些病人呢？缓流时引起呼叫的症状。第首要原因什么意思？也就是你这个病人天天呛咳，天天腱子溃疡，并且是缓流一定是引起他的，那么我就做这种手术，顽固性的这种病人才做这种手术啊，这是他治疗。大家这我估计今天考这种我抗缓流装置手术啊也很少见，你这种东西哪个去做了手术呢？没有多少人做手术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7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看，女45岁，这个病人间弹胸骨疼痛，有缓上烧心，哎，缓上烧心这四个字一看，我其他的不看了，考虑的什么东西？哎，胃食管缓流病呢？首先的这药物什么？植脂末抑制剂嘛，奥美拉珠、他安慰剂。所以这种题目你看看，我只要记得这个典型的症状，我还看什么？什么都不看了，直接把这个答案箱一秒钟就搞定了，完了是不是？当然，你说你怕错了。再读一下可不可以呢？你可以读胃镜结果，连胃镜结果下，食管下单可见长约0.3公分的。重型破损，那么哪一级？刚才我们说的那洛杉矶胃镜多环境食管炎的胃镜分级哪一级 ？A 级，是不是？它的破损小于0.5公分，就是5毫米嘛，所以这是 A 级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胃首先是这些药物，那就一看的确是个环境食管炎、胃食管环境病，那么的确，那么就选用奥美拉珠。所以这种题我也可以站在第一出第二问，我该别人的维持资料首先什么？奥美拉珠还是这样。它的疗程是多少？4到8周。所以说像这种题目啊，大家就能够举一反三就 OK 了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胃食管缓流病啊。